好，下面一个前几题是考试比较喜欢考的题目。他说我给我一个表，每天的满潮时间就给我来停。学测到目前为止考这个题目的时候，都是满潮时间也给，干潮时间也给，这样子上面已经写好了，上面写什么就是什么。OK， 你看到的题目，大部分你参考书的题目，大部分像这样，只给满潮，没给干潮。可是你解题的时候需要干潮，怎么办？加起来除以二，一半。加起来除以二，一半时间干潮。还有一种题目，什么都没写，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，爸爸不回去，为什么不回家？回答下列问题，啥都没写就给我背。潮汐周期十二小时又二十五分钟，潮汐每天延后五十分钟，更背。OK， 没写就背，没有写干潮需要再加起来除以二，然后呢，有没有写，照样再加起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一个。上午九点，海边是涨潮还是退潮？这个时候呢，就会出现我说的画图是好的，画一个波浪图，这个叫做九点半，这个叫做二十点四十八分，加起来除以二，就是这里的干潮时间，二十加二十九，二十九除以二是十四嘛，又多六十，六十加三十加四十八，一百二十八。六九多减都是大概十五点多 ，OK， 加起来所以就基隆了哈，就基隆淡水是多少？画图，这个是十点二十二，这个是二十二点三十二，加起来除以二，二十二加十二，十六点二十二加三十二，啊，二十六加三十二五十八，大概二十九，四点半，然后你就数，他说的时间给他点下去。点这里是什么？点这里是什么？他问的时间点哪里啊？他问的时间点哪里？他问的时间九点要点哪里？九点要点哪里？你就知道了。OK， 啊，行车站接问答案了。现在要找谁了？我已经忘了要找谁了。我们假设要找女生好了。对，是男生的，刚刚做的。啊，男生，二十八。涨潮。二十八。怎么说？涨潮，请坐。他十点半才满潮嘛，所以现在九点钟还正在往满潮走，所以就是所谓的涨潮嘛。不画图也可以知道了。啊，请问你观察潮间带生物什么东西？啊，停。观察潮间带生物的理想时间，理论上的理想时间是干潮前后一小时，潮水落得很低给你看，观察到它。如果答案里面没有这个干潮前后一小时的，请你挑最接近干潮，表示露出来最多，而且正在落潮，表示会越落越多给你看的地方。OK 的时间。理想上的时间是干潮前后一小时，干潮前后一小时。如果没有这个时间，请挑最接近干潮而且正在落潮的。刚才已经帮你画过了，刚才已经帮你画过我们可爱的淡水，我们可爱的淡水，这个是十点二十六，这个是二十二点三十二，这个是下午四点半，十二点二十九分，所以。什么时候去好啊？哪个时间去合适啊？哪个时间去合适啊？换可爱小啊，要换可爱小女生了。可爱小女生十三，什么时候去好？四点去好，请坐下。下午四点去好。因为刚才看到他什么时候干潮，四点半嘛，对不对？加起来除以二，四点半干潮嘛，所以干潮前后一小时，三点半到五点半嘛，所以四点是好时光，四点是好时光。OK， 下一个什么时候去捕鱼好啊？他说鱼在开始涨潮的时候会到河口觅食，
所以请你两点钟去那地方，谁去得好？所以请你注意，你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干潮，过了干潮再怎样涨潮嘛。下午两点谁过了干潮正在涨潮，那就鱼就去了，就是钓鱼的好时光。这三题刚才到现在的这三题都是考卷上喜欢考的题目 OK 啊，什么是看潮，什么是看招潮蟹啊，看弹涂鱼啊，啊，什么是钓鱼比较好啊，都喜欢考的题目。何时去啊？两点钟谁已经过干潮了？谁已经过干潮了？然后可以去捕鱼啦、啊。谁啊？停车站借问呢、啊？谁啊？我们要找一位可爱大帅哥。大帅哥，有大帅哥吗？有二六，二十六啊，大帅哥。高雄啊，你讲高雄啊，请坐下。啊。有一些人，有很多人会写台中，台中加起来除以二，二十加二十八除以二十四，四十七加十三六十，所以台中是两点半才干潮，两点钟干潮，还没有，还正在落潮中，所以不是，要高雄十九加七除以二十三。一点，二十七加三，三除二十，一点十五。高雄一点十五就干潮了，所以两点钟你怎样过了涨潮中，所以答案写的是高雄啊，高雄。剩下两题就不重要了，就抄一抄就好了。啊，第二个问题说两个时间间隔是否相近？好，我直接报答案。正在考什么？周期。我们的十二个小时用二十五分钟是所谓的非常粗略的计算的估计值，十二小时二十五分，实际上都没有，都十二小时多，十二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了。我告诉你，第一个，所以这也不抄也没关系啊，不抄也没关系，这没什么意思。真的要和真的考试直接剪就好了，不直接剪完就可以了嘛，所以没什么意思。OK， 这叫做问的是周期。这一次跟下一次，然后算平均值，哗哗哗哗，差不多差不多。那我要你背的是十二个小时用二十五分钟。那再来，再问一个，那你今天第一次跟明天第一次是不是有差别呢？有差别。那差多少呢？那你算一下，我算给你看，一样，看完就算。我要你背多久？五十分钟啊，非常粗略的估计值。跟现实状况不见得相合，看完就可以了，看完就可以了，也不用管它。这些东西如果真的考，你就直接当场剪、当场算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最后是两个不重要的，前三题是爱考的，后两题是不太重要。OK， 这就是我们考试会问的东西。嘉文，有人有问题吗？没，很好。